把你方法跟熊猫打电魂什么的，一定不一样。你肯定不一样，但是能混到。Emotion。This one is missing. This one.你想办什么？我建议办掉电魂。我想办轻快，因为我们这机器里面太好听了。它虽然前两天你跟我爱交，但是很烦听的，因为它是先我后选两连点，我有可能点萨满熊猫两连点，然后它转过去就是听的，我不可能够。它点个听的，我们的原先的体系可能被破坏了。那我真觉得电魂有点头疼，而且你中路你还放养它。电魂对我们来说就是线上很多，不只是线上，它是保护他们阵型的一个英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们的酱油为什么团战那么好发挥？你看到没有？因为那个电魂它顶的是肉装，顶在前面。所以我出 A， 他不出没团的，叫熊战的话，他前排顶不住。他不出没团的，你看他装备没？好多团都是什么龙星强袭。我知道他的主要的猎丹经常在出那个，或者谜团在出那个。我们如果压住他们酱油，压住他们的猎丹，他一定是这个中单出那个。我黄毛鸭在哪个房间？没有对。对，我们就可以追着他。哎，是的。但是关键就我也担心。黄毛鸭在哪个房间？黄毛鸭七号上去反了，我也担心这一点，就是中路的问题。很少，我想来想去，很少有英雄能把这个电魂处理了，而且他们是放养中，我们也是放养中，如果这样的话。所以中路就很难受。你看到他们有没有前来说点听者的记录啊？有两个。他们只这样点，就是激发点听的，他们这样点。我觉得他们有电魂，他完全选电魂的。对，有电魂，他一定会一选电魂，所以我的。体系会慢慢，我的一切都按照我的步骤来。不过我但是只有中路这个。我问你，如果他选出来的，来选到谁身上？我不选，我其实是扣三的时候不管，他不办什么。我也下半区会追。酱油，我可能酱油就可能另外一个酱油就要补小强了。没有变。我可能就是上满小强了，我可能这样子。他们可能是怪。对，怪是怪，但是其实和上满 A 也是一样的，也是针对对面点的。如果熊猫打轻快，肯定熊猫会不开了，或者稍微被压一点。如果你这两个，主要你大体思路，我想一想啊。反正我就是要压住他猎丹，不让他降入等级。其实也不是特别差，主要是我中路啊，那还是选你中路或者他中路，后面你们两个英雄还没定。如果熊猫选了一定定，要么就是黑鸟，要么就熊猫，要么黑鸟，要么就黑别的。